唱得解气呀、啊，唱得痛快、啊，唱得好吗？阿牛，走。哎，脚下葡萄藤，手中青竹竿，请问小姑娘，你是哪家的神仙？我是仙家，不是神仙，我是山中砍柴人呐、啊，是一身来唱歌也是放漂亮安安神。砍柴的姑娘为什么会流落在江上？很多的财主啊！哦，我猜到你是谁了。啊，你猜到我是谁了？啊，你是刘三姐。对对，是刘三姐。我。不是刘三姐，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。老人家，你来来来，上船来。不，好姑娘，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。老人家，你也爱唱山歌啊？老汉不止爱唱山歌，也爱骂财主。你看，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。老人家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来，带上。好姑娘，留下吧。一船深小能安身，老汉不是卖路人，孟虎在心上人呀。
寒敲他呀三更。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们的小船。阿牛，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。老伯，他是……哦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叫阿牛。阿牛哥。哎呀，他……你放心吧，淹不着他。江中游，直到我家客来了，标出水面碰船头。老伯，阿牛哥也会唱山歌。啊，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。谁呀？你看，准备！哎，哥哥，我们家来了客人啦！是谁呀？刘三姐。这个毛丫头，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，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。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？没有死啊。什么？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没有死？是啊。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，哼，想要兴风作浪。老爷，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。哪个李老头啊？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。老爷，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？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。打鱼？啊，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。是。老爷，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，都赶来和她会歌。哦，老爷，您来看。老爷，您看看，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？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。哎，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。啊、哦，老人家，请喝茶。好好好，谢。你是哪儿的？梧州的。老人家，您是哪儿的？我，我是桂林的呀。嗨，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、
我是啊，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。我是柳州来的，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。好好好，这还了得，这简直是要造反嘛！啊，这老爷，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。哎呀，又是唱山歌。是啊。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，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。是是。一旦事成，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，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。是。去，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。是。对这些乱民，不可大意。先接过我。桂明，等一等，我换双鞋，快点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哎，桂明，走啊。好。哎，别歇着了，快走吧。怎么走不动呢？来，我替你背着包，快走，晚了就赶不上来。走啊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晚了就赶不上来了。什么赶不上了？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？真是对不起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刘三姐她在哪儿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。刘三姐她是我们壮家的山歌手，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，遭了财主的暗害，可三姐没死，她还沿江唱歌呢。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人都知道了。三妹她没死还活着。哼，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，财主想要她死，我们穷人可要他活。乡亲们啊，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。走，朋友，领我去找他。走啊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找到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哥哥。啊，你是他哥哥？是啊，自从财主砍藤落水，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。这回好了，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，快走。
干什么？李老头在家吗？啊？哎，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？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？老头，跟我走。哪儿去？我家老爷有请。莫大管家，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？没错，是老爷让我来叫您。哦，这么说，是你家老爷弄错了？他亲口说的，怎么能错呢？哎，不嫌做米不呀嘛欠债，不嫌我过又我往来，我家不是财神庙，财主哪会进香来？我家不是财神庙，嘿嘿嘿嘿，财主哪会进香来？怎么，你不欠租米，不欠债，你不动莫老爷的地，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、啊、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。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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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今天不凑巧，老汉没工夫会他。呵，架子不小哎，慢说是老爷叫你，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，就是对你的抬举，你给我走。天下鬼子呀呀哟哎，金枪脖子自拔掉哎，三座老婆子见过，难道怕你大叫高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。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，到了这儿啊，哈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莫老爷的天下。嘿嘿，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？老爷，依小人之见，不如把他……哎，你懂什么？是是是。莫公啊，陶先生，我正要找你，有要事相商。哦，什么事啊？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，煽动乡民造反呢。啊，
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？啊，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。嗨，唱山歌嘛，不过什么鸡呀、啊、狗啊、花啊、草啊，也与春言。莫公不必介意，不必介意。哎，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，她是高山的红辣椒。你听她唱些什么？穷人血汗她喝尽，她是人间强盗头。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。这是造反，这是造反呢。陶先生，倒也不必如此惊慌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，就好见机行事。啊，是
不讲话嘞，嘿了了了，什么乌嘴闹喳喳嘞，嘿了了了，什么有车不走路哎，什么无车走天家嘞，干什么？呵，众位乡邻，今天兴致好高啊！啊，老爷，这个就是刘三姐。啊，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。莫某事忙，照料不周。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，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，哈哈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只要莫某吩咐一声，绝不会亏待于你呀。我是莫老爷，你不认识吗？长地深山人的责任，长下大户人的病，长给才做了几番，谁不认得莫老爷。刘三姐，你太放肆了，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唐突莫公。小姑娘，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，难得的很呐。莫某爱才心切，特来接你到我家去，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！啊。奉劝乡邻们一句，千万不可听人挑唆呀。好，那就把话说明白，在我这个地方就是不许你们唱这种无法无天的反歌。
得就行，从此再不许你唱山歌。你们一定要唱，那就唱吧，进台。是。你看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来晚。快走吧。你凭什么不让采茶？哦，你头顶着墨家的天，脚踩着墨家的地，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，怎么样？村子共调和，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，穿的是这片茶林，那这也是不得已呀。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，那好话好说。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，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，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。永世不唱，这可是你说的？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。好，刘三姐，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，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。嗯，就这么办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你们可不要后悔呀，你可不要后悔呀。对歌。三妹。
哎，元宝，哎，辛苦辛苦啊，辛苦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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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莫公，老爷，陶先生来了。哦，你过来。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？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。没有看过，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。陶先生，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，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，就可以毒攻毒，何愁山歌不灭？但是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擒。莫公远见，人所不及呀、啊、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？都来了，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。好，丫鬟快去吩咐摆酒。是。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？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。嗨，明天就要对歌，今晚尚未到来，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得很呢。再等片刻，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。只有去催，不能再等。陶先生，劳你今晚再跑一趟，去催催李罗二兄，让他马上动身，天亮之前务必赶到。莫公，今天太晚了点吧。丫鬟，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。是。快开船，今晚还得赶回来呢。姐姐，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？明天要和三姐对歌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。周妹，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啊？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，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。周妹，你可得告诉三姐，明天对歌小心点，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。我们真替他担心呢。哎呀，我们走吧，有人来。周妹。哎，二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，我告诉姐姐去。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。三妹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三妹，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啊。老二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，别怕他们。大伯，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身的地方。
明天你们去对歌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。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？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，她不能再闯祸了。老二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，你先回去歇着吧，啊？哎，走，老二，咱们睡觉去吧。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，明天好上歌场。对，好好好，走吧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姐姐，明天对歌你去不去？去，一定去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三哥不弹摇头动大路，不走草村屋，船家，快点花，快点花！哎，如此美景，我们三人不可放过。来，点一首。喂，再等一会儿，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。这回啊，不是咱们来晚了，是咱们来早了。哎，你们的人再不来啊，就算你们对歌对输了。哎，别叫了，秀才的船来了。走，孩子，上船拦住他们去。坐上。哎，你们是漠河人，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？正是，正是。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，你们不得无礼呀。
两年。旁人唱戏，我爱大有名士风流天下传。难道他就是刘三姐？就是他。哦，果然有些厉害。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。看，我来对第一首。是不只怪你骂我，你过哪有我过多，不行船上看么，船头船尾都是过，不懂看我你我看也看你也是一粒船帆，看我肚子快点划，快点，快！我还以为墨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放心，请，放心，来来。告退告退告退，来请不来请不来请不来，就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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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三姐，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，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，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。啊公不必介意，我来。小小黄秋才出我，两你山过有几多，那天我从桥上过，开口一唱过场火，你过哪呀我过多年，我呀十万八千罗八千罗，至于那年三八岁，三个那个四万段九条火，三个那个四万段九条火呀九条火。知秀井底青蛙想出头，见过几多天和地，见过几多大水流。好，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。你多大船头，
先生请。不不不，毛先生请。请各叔各叔。一个有童金石器，连腰带童额金衣，要是你能猜，猜得中，我把香油送给你。你看，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。怎么样，答不上来了吧？我还有三把跳包交给你，一勺三朵四下分，不要双数，要单数，看你怎样，看你怎样分得均。朱妹，你跟他对好。三条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这个姑娘倒挺俊俏。见你大衣少半破，常年四季大赤脚，不如家道莫家穷，穿金戴银住老婆。姐姐，别理他。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发狂，开口敢骂屠苏郎，惹得圣人生了气，从此天下无文章。神仙书不读四书，不知礼，劝你先学人之粗。我要在你身上读，把你读也不读，不过咱俩都
朽木不可雕，常言往返该下平，自古未有读书高。蠢材，一个个都是蠢材。请问请问，可是罗兄请吗？听听听，听我言，家有千金好良田，耕田耙地我知道，牛走后来我走先。罗大爷，哎呀，王大爷，这我讲错了，是我走后来，牛走先。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，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。哎，老二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。哎，别骂你那些奴才啦，听我的吧。什么生来头戴冠嘞，大黄金袍身上穿，什么生来多皮大嘞，手脚多分飞朝天嘞。哦，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啊。我们本行，哎，陶兄，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看我来对他。中了状元头戴冠啊，对，大红金袍身上穿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莫共相扶肚皮大，见了皇上北朝天。笑什么？老爷，头戴冠是大公鸡，肚皮大是老母猪啊！啊，这。谁跟你讲天讲地了？我们要讲眼前。对，讲眼前，你去你那几多根，问你的笔有几何，问你笔量要几斤。
曹先生，你来对，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。劝你休要惹祸灾，墨家有时有有才，官家见他惹三分，阎王见他要下拜。你若顺了莫公义，莫公自有好安排，在家让你日不塞，出门三步要人才。我把财主家好富，财主心肠比大度，旁边的大鱼也知，独挂金山独列土。刘三姐，你求是
给谁绣的？死丫头，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？哎，看了，我还拿来了。给我，反正就给我，不给要给我，你个死丫头，给不给我？不给我，不给我，不。好姐姐，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你把绣球给我，我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我再给你。不给，那我不说。给你。周妹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？我没有啊。好妹妹，不许再问我了。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，那就好了。你想的什么？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，那该多好啊。钟美，不许你瞎说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？傻丫头，你可真是个傻丫头。谁？牛啊啊，二哥，是你啊。嗯，你阿牛，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？没，没有啊。三妹呢？啊，她在家呢。坏了，准是三妹又出事了。鱼真大，姐姐，我洗衣去了，快去快回。哎，三妹，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没有啊。真的没出事啊？真的没有。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，他跑得满头大汗的。是刚才？是啊，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，心想啊，准是你又出事了。哥哥，你呀，老是怕呀怕呀。三妹啊，这两天啊，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，
快离开这里吧，又要出事了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你自己。三妹，你看，哥哥，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，有了盘缠，咱们就好动身呢。到哪儿去啊？离开这里再说。三妹，我早想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走。今天就走？哎，马上就走。哥哥，别再说了，快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三妹啊，我求求你，听你哥哥一回话吧。哥哥，你放心吧。你呀，你可真不懂事儿。你想想，莫怀仁这个老狗，他能甘心吗？哥哥，你想想，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，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？天底下，地上头，哪里没有莫怀仁呢？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？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。今天有鱼，老二，走，喝一杯去。哥哥，快来呀！这条鱼是捡来的。你就吃吧。叫什么叫？坐。喝杯酒，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。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，还想不让我打鱼？哼，办不到。要鱼税没有，要命倒有一条。老二，你说的对，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。可是啊，咱们不怕。哎，孩子，吃饭呢？Thank you.
不见人了啊！三妹，三妹，走，找莫怀仁要人去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阿牛，你上哪儿去？找莫怀仁去。走，回来。三妹呀，三妹，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。老二，别着急，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。大妹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怎么能不叫我着急？莫老爷，路上有人看见没有？没人看见。嗯，好，要严加看管，不要惊动了他。是。管家在，吩咐家丁使女，哪个走漏风声，乱棍打死。是。我家老爷吩咐，请你梳头换衣。你家老爷是谁？就是莫怀仁那个老狗。你们是？我们是莫怀仁家的丫鬟，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。莫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，我们偏要讲。好妹妹，你们告诉我，莫怀仁把我抓来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妹妹，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，就说我不要。好，姐姐，我就去。不穿，莫某也要送。要按时送茶送饭，上顿不吃，下顿再送。鸡鸭鱼肉不厌其多，瓜果点心不厌其好。一个山野女子，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。这叫先挫她的锐气，再饿她的体肤。等他吃了我莫家的饭，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。好，以晚生之见，耐等三天，
他准会俯首贴耳啊。老二，你到哪儿找他了？山岭山背，沟里沟外，我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们看，阿牛回来了。阿牛，阿牛，哥哥，墨家大门关着，一点风声也听不到。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。墨怀仁这个老狗，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，我非跟他拼了不可。老二别着急，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，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找回来，一定要找回来，家里分头去找。姐姐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莫怀仁这么大方，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？姐姐，他说啊，先关你三天再说。要关我三天，这个老狗可毒着呢。姐姐，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。是啊，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，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，他才不会来呢。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，你给他闹一场，他很爱面子，怕闹出去不好看，说不定他会放了你。哎，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，哪里会有那么慈悲。试试看吧。姐姐你看，我的古董，你莫怀仁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你好啊。哼，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，还请不到你呢。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。哼，好心
来到我家，莫某并没有亏待你，好茶好饭，绫罗绸缎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多谢你的好茶饭那三年不吃不加盐，多谢你的好绸缎是爱谁把头皮穿。刘三姐，你傲气得很呢。大爷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也是罗浮口，这里也是野狼窝，人一道得好卖命啊，杀人在旁不见血，罗不见血。好，你知道这里的厉害就好。把门锁起来。现在就去。是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阿牛
三妹。锁上，有人救我来了。姐姐，我们也是来救你的，他们都到前门去了。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、啊！丫鬟，快去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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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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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快开船，快开船呐、啊！里去了，哎，快滑！哎哎，你看，又滑出来了，又滑出来了。莫老爷，您有什么事情啊？好了，快走，快走。三姐，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？老爷老了，滑不动了。哎，追了半夜，到底还让他跑了。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。是啊，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、啊。回去吧。是。哎哎，老爷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上不了天嘛。
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。刘三姐？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？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？哼，别装糊涂。他是谁？他呀。哎，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？还想找他对歌啊？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？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给你。